新视播记者郭南宏与卢秀娟荣获第五届金彩奖的新闻采访奖，而所参赛的作品正是双合纪实节目中的城市三部曲单元，分别包含有《恋恋西周》《破茧永和》及《展示永和》，所叙述的内容是新北市永和区这座城市的故事，人口密度高居台湾之冠是它的特色。 记者卢秀娟以文史建设教育经济环保及社区发展等各种面向来探讨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是即马伫即间，没有十分确定，就是讲看那个位置，哦，跟那个汉人还没来以前，都去靠近啊。哦，伫即个文化路九十巷二十二巷三号，即个对，即间，即栋遮，对遮，对遮，即栋大楼伫遮是。 相较于一般的新闻专题，城市三部曲的探讨范围广泛，甚至是历经了60年的地方发展变化，画面呈现并不容易。记者郭南宏一一克服，甚至拍下一般人所忽略的镜头，赋予新闻专题少见的温度，呈现了节目中的理性和感性。 新闻专题除了是理性的探讨，它也可以是感性的呈现。新视播联制中心的制作团队做到了，也获得了评审的肯定。这份动力将鼓励每位记者朝更专业的目标迈进。中嘉新闻卢秀娟、郭南宏板桥报道。